这场比赛很可能就是不会打满三回合，因为虽然他的意志品质很好，但是我的拳头很硬。我做好打满三回合的准备，但也希望尽快结束比赛。其实李金涛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摔跤的基础。我觉得这个拳啊，不愧是拳超人呐！我的对手他是一个地面系的选手嘛，摔跤系的选手，针对摔跤和红帽摔，然后还有地面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。今年的备战比去年更充分一些，控制体重、备战、调整战术都会更好一些。技术方面，他也就是以破摔为主吧。然后其实他的战力一般，我对他的战力其实没有太多顾忌，在擂台上打好每一场比赛，给观众们奉献最精彩的比赛。就让我们看看在场上是你的拳头硬还是我的头硬。